776高产新领袖，放心种，放心种，感谢红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节目的公众号，输入红翔种业加上你预测的本期牵手嘉宾的号码，我们会从中抽取一位猜对的观众，赠送红翔种业提供的红翔精酿套装。感谢九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用好七选九奈，九奈七更耐久。真真荔枝无糖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只留清爽不留糖，荔枝还是真真好。学技术选学校就到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技能学历双丰收，高薪就业轻松创业。感谢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感谢中东品味女人的大力支持。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恋。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吉林长春，她说今天来到现场就是要来找她的初恋男友的。哇哦！我们掌声有请姑娘出场。就是我的爆米花，就是你的爆米花，我要长得跟你一样不一般。相信爱，努力爱，期待。杜思雨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我的爱情宣言是：我是长春小公主，来到全城找归属。今天来找意中人，跟我牵手就享福。好，好。我先想问问你，这姑娘你多大？20，岁数不大，胆儿挺大呀。啊，这上场你第一个出场，你就给自己就是这种自杀式相亲，是不是？啊，刚才你王哥分析了一下。来找初恋男友的，我想问一下这两种可能啊。第一种是焦红天是你的初恋男友。不是，是我想找他，然后他当我的初恋。以前看过他的节目吗？看过，看过哈。这你就是上场一点没商量的，也许你的初恋男友不长那样，别的样我看也行。这几个都没有稍稍给自己留点可能性的，就这么绝。哎呀，这姑娘一条道走到黑哈。那怎么张红天像初恋男友，那我张瑞不像初恋男友吗？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不好意思。来，东深，你说你妹谈过恋爱要找一个初恋男友，那怎么能找江红天那样的？你感觉他身边不缺女人吗？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其中身边的一个而已。别说话了，你说话慢悠的，别说话了，谢谢。哈哈，你倒是这个吧，你这就开始像了一说话了。哎呦我天！你的意思是说江红天是海王，我不喜欢你，就是诋毁他。我说的啊，不得劲儿，你不能说他任何一句不好啊。明白了，像畜生了似的，我说两句都不行了。不行，没人管你。爱咋咋。要不然这样，他现在表现出来的呢，是他的对于11号焦红天的坚决，对吧？你们再看看短片，看完短片回来之后，你们还有啥想劝的啊？作为哥哥啊，小哥哥们有啥想劝的？你们先把这话都劝完了，我再问焦红天，行不行？好不好？来，先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20岁没处过对象，恋爱全靠想象，爱情到底啥样？今天全程亮相。大家好，我叫杜思雨，我的初恋你在哪里？我今天就是来全程热恋找初恋的，身边的朋友都有对象了，有的。样子每天跟过电影一样，帅帅的，瘦瘦的，
画面一幅接着一幅的，我觉得会像电视剧里的男一号，有故事，有责任心。我想象的男朋友在电影里，我实际的工作在电影院里。我现在是一名电影院里的服务员，每天卖票、检票、卖吃的、卖喝的。我的初恋，如果你正常上班的话，我就为你学做饭，下班就能吃一口热乎饭。如果你要是做生意的话呢，我还能去帮你张罗张罗。电影里的那些爱情情节和仪式感我都很喜欢，也愿意为我的男朋友去做，但这都是我的想象。如果我喜欢你的话，还得回归于现实，就看我们的演员到不到位了。来，十四号同学。我说呀，第一回吧，初恋找个难度小点的，你上回找个帅的也没成功，这回又找个帅的，那成功率还是不太高的。你就应该找我这样的，平平无常，普普通通的，成功率能高一些。你想想，说的有没有道理？我找的不是帅的，是我自己喜欢心动的那种。你心动的不就帅的吗？我瞅着顺眼的。顺眼，你在你眼里顺眼就得就是那个级别的，我分析出来了。你觉得难度系数有点高是吗？太高了，就找我这种普普通通的、平平无常的，成功率高。哦，啊，你可拉倒吧，就这个岁数啊，你就应该追求自己喜欢的。因为在他就是我这个跟他的年龄一样的时候，我也特别爱追星，也特别爱看一些韩剧啊，什么《浪漫满屋》啊，《太阳后裔》啊，《来自星星的你》，我也特别喜欢里面的女主角宋慧乔啊、全智贤啊，还有什么桂纶镁，我都很喜欢，收藏过很多他们发行过的一些专辑啥的。我觉得追这个年龄段就应该去追。我还希望今天你和江无天能成，因为你这就属于像电影的，你开头，然后慢慢的，你像我们这个岁数参加过很多相亲了，或者是谈过很几次恋爱了，就会发现，哎呀，和电影里头那个现实差距是越来越大的。然后你就从那个片头，就像他开头挺好的，然后到后来你就慢慢知道结尾啊，原来应该是现实那种，哎，最后才是你真正的生活。我跟你讲啊，我从这边让这几个小伙子说点啥，思雨从头到尾就这样，所有的小伙子在这说他就这样，好像根本听不进去是吗？他们跟你说的话听进去了吗？没听进去，没不知道说啥。那个你看看那边那三号立冬，立冬刚才跟你说那段话你大概啥内容，你跟我们说说他跟你说那些内容。说我跟江天不合适。然后呢？然后说以后不能幸福啊。你想回复他给什么？你什么？我不想跟他说话。四号文欢想说啥？你说你找一个老腊肉，你说我们这年龄能跟俩牵手回家吗？你多错误的选择呀！你得找个差不多一点的，你能跟你玩到一起的，来给你追个偶像剧啥的。他也可以陪我看电视剧。三没有代沟，你说你俩都几个代沟了？没有，我和江宏天没有代沟，我和你有代沟。又给他怼了，哎呀，怼打哪儿了？谁敢说他江宏天的坏话？你给他怼了。别劝了，我看这个姑娘有一种能力，越劝越往前走，啊，稍稍有一点小逆反的小性格啊。别劝了哈，大家该说都说了是吧？一看这姑娘，一小二没有恋爱经历，三今天直接不给自己留后路，奔着人江宏天使劲是吧？作为这个其他的小伙子们，该劝都劝完了啊，咱听听江宏天咋想的，行不行？我非常感谢你这么欣赏我，这么喜欢我，并且把我当作想象中的初恋啊，我非常谢谢你。但是我真的感觉我们还是，无论是从年纪上还是心智上，可能不是那么相匹配。我可能是你想象中的初恋的样子，但是我的内心已经足够成熟到和一个人走往后余生，陪着一个人。所以说，对不起，我欣赏你的勇敢，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有太多太多了。这是宏天的想法哈，我觉得今天思雨来肯定是
看焦红天的节目看了很多是吗？嗯，对，然后他平常的直播我也有看。直播也有看。嗯，对。啊，那就相当于是全方位的对这个小伙子有了解了。嗯，对，我给他准备了一封信，然后我想读给他。哇哇，好啊。嗯，我想请他下台。好，好，好，好吧，来，掌声有请十一号焦红天，有请。全场热烈。为什么会想到写一封信呢？就是怕来了告白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拿笔写在纸上了，然后可以读。就是怕来了然后一激动忘了。怎么会一激动呢？就是看见他特别紧张。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看见他都是在电视上节目上然后手机上，就是没有面对面见过，就是挺紧张的。你紧张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我这嘚瑟，我稍微冰凉。就是他会让大家回忆起自己初恋的时候的样子，对吧？当你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都是美的，手拔凉拔凉啊。你是想你自己看还是我读给你听啊？你读吧。咋了？咋的了？我紧张啊。我紧张。你看人家笑啥呀？那他也瞅我笑啊。好，你再看看，我看笑不笑了。哎呀，行了，我们就不说话，就这么挺着吧啊。对对对，这也是很幸福的瞬间了啊。江天你好，我是杜思雨，这是我第一次给男生写情书，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但是我还想要把我的心事写下来讲给你听。今年3月份是我第一次在全程热恋上的节目看见你，看见你我就很心动，这大概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什么叫做喜欢。后来我一连好几天在你直播间里评论，然后你说这个思雨超甜，你最近来直播间打字比较频繁，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话，虽然你可能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特别开心，还觉得特别害羞不知所措。6月10日我发了一个段子艾特了你，你评论了一个表情，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我希望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牵你下台，于是我就报名了全程热恋。其实我很怕有人会对我指指点点，怕有人说不自量力，就说我长这样。就说我长这样也敢奔你来，活该你一直没处过对象。但是当我想起你在台上，我就不怕了，为了自己喜欢的男生，什么都是值得的。江天，你就是我偶像剧里的男主角，而我却是一个女配角，但是我今天就想成为你身边的女主角。我最喜欢看的偶像剧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我真的做梦都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们两个一起看偶像剧，一起坐在草地上，一起去看一场浪漫的流星雨。流星雨就在咱们俩眼前一颗一颗划过，我就暗暗许愿，希望能和旁边这个男孩子幸福地生活下去。这就是我想象的，想象和你做最浪漫的事。江天，你愿意和我一起看流星雨吗？好。江天，你愿意做我的初恋男友吗？要有一个女孩是最纯真的，你看就这点。我们生活这个时代啊，有多少的爱情只是停留在电话和微信上，而今天这个姑娘
每一个他写的文字应该都是凝聚了自己的满满的心。是是，情书里面满满的都是爱啊。我喜欢你，你可以牵我手下台吗？好，我愿意向你走99步，你愿意走一步吗？我向你迈出了99步，你需要迈出这一步啊，真走吗？非常感谢你喜欢我，但是呢，你所想的感情或者是憧憬中的感情，我其实非常的向往，但是我们之间的差距真的是特别大，毕竟我的年纪在这儿呢，我已经是28周岁了，你刚20，你是比较憧憬那些童话中啦偶像剧中的那种感情，但是在我这个年纪真的应该去务实了，所以说真的对不起，这也是经过我考虑的，也对你好也对我好，非常感谢你的认可。我要的坚强不是谁的肩膀，怀抱是思雨啊，我觉得希望你也理解红天儿，而且呢我觉得很肯定一点，证明你没看错人。为什么？当你在考虑走进恋爱的时候，红天现在考虑的是如何走进婚姻了，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对，我觉得这样，红天今天思雨奔你而来，这样的一个很优秀的姑娘，你想想几乎快一年的心思都用在你的身上了，满足她一个愿望吧。好，今天就在这儿，我们让你们两个共同看一场流星雨，好不好？好。那这样，我觉得燕子，咱们赶紧布置一下，行不行？啊，怎么来呈现呢？那我们赶紧布置一下 啊！来，有请二位向后退2步。红天思雨，来闭一下眼睛好吗？就给我们1分钟的时间。来，有请我们的灯光老师，现在。把我们所场内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所有的观众朋友，手机的电筒打亮。灯光老师啊，现在我们能给一点浪漫的流星的感觉吗？我们大家一起倒数5秒，5、4、3、2。一会儿呢咱们就看看这场特殊的流星雨到底啥样。后头这身高1米7体重170的姑娘找对象就找怪的，她这牵手的小伙那到底能有多怪呢？你这两个有没有产生一点火花呢？有，这火了吧吧火花这都得有的。接收到了。5、4、3、2、1。Thank you.
感谢位于沈阳华府新天地 C4 座的秦金婚恋为全程热恋辽宁省嘉宾见面会提供的场地支持，感谢博朗化妆造型美容学校对男女嘉宾及主持人的造型支持。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恋。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幸福是出门时家人嘘寒问暖的关怀，回家时那一桌美味的菜肴。幸福是父母健康无病痛，夫妻恩爱无烦恼，子女健康且平安。幸福呈现的方式可以有千万种，但却离不开健康二字。健康生活离不开健康的饮食和好的水。喝什么样的水更健康呢？你家是否在停水来水的时候流出黄色的杂质？家里烧水的水壶上是否有白色污垢？这些问题一台沃克净水器就能帮您解决。全自动电脑版，自动加压，自动反冲洗，打开水龙头直接就能喝，而且在过滤细菌病毒的同时保留水中的矿物质。想要安装试用的伙伴们，拨打屏幕下方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一分钱不要，免费安装到家，免费试用15天，试用不满意无条件拆走，满意留下来，每个月199元，13个月付清，总共才2588元。节目时间内下单就送价值198元的前置过滤器，一次性付款送神秘大礼。记好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好，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吉林长春，她找对象就不想找帅的，想找怪的。来，掌声有请姑娘出场。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二号女嘉宾，我叫郑慧文，今年22岁。我的爱情宣言是：身高1米7，体重170。谁能拿住我做你小娇妻，小娇妻，小娇妻。这手拿把掐。哎呀，这个性格呀，这个声音呐，一听就挺敞亮，是吧？啊，性格比较外向，性格外向哈。好，来，缘分天使9号。那个刚才听燕子姐说你的简介，说你这个不喜欢帅的，喜欢怪的。对，那你觉得我感觉我是帅吗还是怪啊？你是有点帅还有点怪，因为你这不是有一个大双眼皮吗？正好我也有个双眼皮，咱俩能对上。眼睛的大小红梨手上也发出金铃，奔着双眼皮来的。双眼皮对上了，你明天我改一下。来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姑娘，不想找帅的，只想找怪的哈。来看一下姑娘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如果你曾经到过长春各大公园，那么你一定在广场舞老年队专区看见过一个硕大的身影在跳广场舞。我叫郑慧文，一个贼愿意跳老年广场舞的少女。咱也不知道我咋就喜欢跟大爷大妈跳广场舞，可能是因为我与生俱来的有种上了岁数的气质。一，挂电话墨迹。行，那我挂了啊。哎哎，行行，好嘞，啊，哎，你挂了没呢？啊啊，行行，我挂我挂，嗯呢，好嘞，啊啊，我挂我挂啊，那行，好嘞，你挂了吧？哎，好嘞好嘞，挂没挂呢？那行，我挂我挂啊，好嘞好嘞，挂了吧。二，办事絮叨，每次出门前呢，我都得跟他絮絮叨叨的，不叨咕一遍都出不了门。等会儿，小黄想想钱包手机钥匙，快。我确实是有上岁数那一出，你肯定想我老磨叽了。但是你转念一寻思寻思呀，我以后跟我老公、我老婆婆那相处的可好了，肯定没有代沟，有话唠。然后我现在是教小孩创意美术的，一个月也有3000多的收入，对孩子呢那是老有耐心头子了。这老人小孩一把抓，
你说娶了我是不是赚大发了都？来九号。女嘉宾，刚才看你的短片，感觉你有一种大大咧咧的感觉，女汉子那种感觉。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温柔的那一面呢？撒娇那种会那个？那真要是处对象了，我看上眼儿呢，我肯定得撒娇。那你能表现一下吗？撒一下娇那种感觉。好。好。涛啊，涛啊，涛啊！整点烧烤啊，再整点小鸭货啤酒啥的。你这也不是撒娇啊。你咋就奔吃使劲呢？你这，咱都170了啊，咱不奔吃使劲了。假如说他是你男朋友，哎，你觉得燕子姐今天这只裙子很漂亮，能不能让他给你买一身？涛啊，你看燕姐穿这身小裙子，蓝娃的，带个小裤腰带啥的，我也想整一套。给不给买呀？买买买。买没有我这拿码的咋整啊？女嘉宾，我想问一下，你每天跳广场舞是吗？咋？不要转移话题。回答都不回答了，啊？来，我说给你买。就有直接就逃避了这个话题啊？为啥呢？感觉有点吓人，感觉有点吓人。怎么会的给我？这不是你想象当中撒娇的样子，对对对对对对是吗？对。这你平时撒娇就是这样的，是吗？啊，这是最大程度了，最大程度了。哎呀，这也是狠狠劲故意整出来的啊！来，一号浩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赵浩然，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我今年24岁，我的爱情宣言是：街舞老师性子急，百变的女生你别墨迹。嗯，我想问一下女嘉宾，你比较倾向于说选一个跟你性格很像，然后可能说各方面都很像的那种男生吗？对，我就喜欢大大咧咧的那种，大大咧咧跟我一样性格的那种。对，可能我就是，我是属于也是打电话特别磨叽，特别不愿意挂，然后可能出门的时候也会自己捣鼓，手机、钱包、钥匙这种，然后我们很像。啊，那要是我俩在一起，那东西指定是不能落了，但是门是出不去了。俩人对着输，太磨叽了。一个是你们俩门出不去，二电话挂不了，对是吧？啊，对啊，感情一定特别好。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先自己数完，手机、钱包、充电器、钥匙。媳妇儿，你手机、钱包、充电器、钥匙带了吗？啊，我带了。那你带了吗？能聊半天。这个是性格比较相像啊，可以了解了解，好吧？可以了解。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我找对象啥标准呢？一个是体格子必须得壮实。我本身1.7米的大高个，170多斤，我要找的话肯定不能找又矮又瘦的，这就一怼是怼是飞鞭子都不扛怼的。我要找的话吧，我得找1.8米的大高个，180斤，能给我安全感的，然后年纪比我大4-5岁左右，有份正经的稳定的工作就行。我现在住在我家洛阳区这面的老房子里，父母是开养生馆的，他俩都挺忙的，基本上就在店里住了。我最理想的处对象的感觉就是我在闹他在笑。天下有多大随他去逛逛，大路有多远幸福有多长，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爱上这水藏风美的牧场。12号家俊，你看我这种是不是正好？我身高是比你说的矮那么一丢丢，完体重达标了。佳俊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那个干那个消防器材销售。你对姑娘感觉怎么样？感觉挺好的。挺好的啊！我想说一点，尊重我们一点，把脖子露出来呀！把脖子露出来呀！把脖子露出来呀！没有啊，没看着吗？太大了吧，那脖子。领子高了。挺好啊、你看人小伙一直举手啊，我一看一直举手，一定是对你感兴趣，咱得问问啊。来，1号浩然，
一号做什么的？浩然，街舞老师。街舞老师，对。那你应该街舞最厉害，街舞专业呀。对呀、啊，你在短片里不是歌唱的也挺好的吗？对。你能不能这样，浩然，能不能合作一下？可以啊。哦，可以。你唱个啥？火红的萨尔郎呗。啥？火红的萨尔郎。你觉得？哦。你是诚心为难人家一号浩然，人家说他会跳街舞，那就来火红的萨日朗吧，啊，整点民族街舞呗，中西结合一下，啊，可以啊，来吧，来有请一号，全程热烈。这个你不觉得他是难为你吗？你说你会跳街舞，他要唱火红的萨日朗 ，OK，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可以，是吗？可以。哎呀，那我想看看这个街舞在这样的歌声伴奏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期待不？期待。啊。天下有多大？随他去逛逛，大路有多远，幸福有多长。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气声，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花开一抹红，尽情的怒放，河流有多远，幸福有多长。习惯了游牧人自由的生活，身边随处是天堂。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火一样热烈，火一样的幸福叫地久天长。哎，我先问问两个人的感受，小伙的感受啊，浩然唱得很好听啊，舞着的也挺到位，唱的也挺好听，这两个有没有产生一点火花呢？有，这是火了吧吧，火花这都得有的。接收到了。珍惜下来互动的机会啊，因为16个小伙子不是每一个都能有下来互动的机会啊。来，浩然跳得不错啊，来加油加油啊，也希望我们姑娘多多了解一下。现在场上是一号、五号、12号三个小伙子的灯是亮着的，接下来慧文灭掉一盏，留下两盏回到现场。好的，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一号赵浩然，12号孙家俊，来有请两位。东北爷们儿，两位小伙子都是为你亮灯的，而且刚才互动的机会也比较多哈。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可能就是比较爱吃一点吧，所以我想就以后希望有个监督我减肥的一个人。我不是太能做到，因为我觉得我也很胖，而且我觉得说就我们可以一起胖，可以一起减肥，但是如果说让我监督你减肥这个事儿太难了，因为可能我很喜欢吃，减肥这个问题可以一起胖嘛，一起胖一起减嘛。浩然是喜欢姑娘什么？我觉得特实在，我觉得特别实在，大大咧咧的状态我觉得挺好的。好，来佳俊。那个我可能会去给你做一些减肥的套餐，因为我之前吧就是有研究过这个东西，完之后我会去给你去做，尽可量能用吃来减肥，尽可量还是不让你绝食利用减。好，觉得这两个人的回答都挺暖的哈。
那接下来做出你的选择吧，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走到喜欢的男孩对面，好吧，大家一起来倒数。后边这俩姑娘呢是有能唱的，美丽的西班牙女郎，有能跳的，哎呦，这跳身材！你是唯一一个跳的让我眼睛从身上没离开过的。我要是再看你跳一遍，我都得流口水了。这后头发生啥了呢？这咋还都让人给整哭了呢？16个小伙最拉胯的一期，刘登表白全被拒。对不起。16位小伙啊，白干。4个爆灯，谁第一个摁的呀？我。还有观众组团合伙抢走俩姑娘，你们16个小伙是做陪衬的是吗？年度最佳背景墙了。16个小伙最拉胯的相亲，就在本周红墙种业全程热恋。5 4 3 2 1，7-7-6高产新领袖，放心种，放心种。感谢红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学技术选学校，就到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技能学历双丰收，高薪就业，轻松创业。感谢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恋。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吉林长春啊。据说这个姑娘是一个，精通葫芦丝、二胡、钢琴、美声于一体的护士。来，掌声有请姑娘出场。大家好，我叫戴祖贤，来自吉林长春，今年23岁。我的爱情宣言是：老人堆里小活宝，找个对象还是爱干净好。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我叫戴祖贤，今年23岁。我从小就学音乐，葫芦丝、二胡、钢琴、美声都会一点。后来艺考那年失利，就没走上音乐这条路。但是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我这一身武艺还派上了用场。我现在在养老机构当护士，在我们单位有一个老人康乐活动，每天给爷爷奶奶上各种各样的娱乐课程，我有时候就在这儿教他们弹钢琴、唱歌。现在呢，每个月工资4000多，在这工作快2年了，平时就是提醒老人吃药，给他们测血压、量血糖，照顾他们生活起居。不用攥拳头，松开就行。量量血压，可以。嗯，可以。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工作也比较细心，所以我就特别招爷爷奶奶们喜欢，没事就找我聊聊天。海上14号东升也是做护士的，大家都说他说话慢慢的。我属于是那个说的慢，但是我能说明白的。我原来的性格呢也是不紧不慢的，但是自从做了护士这个行业，没办法，慢也给你磨快了。护士这个行业还特别训练自己的脾气，因为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呢，经常能遇见不理解自己的患者家属，然后只能耐心跟他们解答，慢慢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14号动身。美女你好啊，我刚才看你个短片里头说你搁医院上班，
然后那个把你的性子原来是挺快的磨，不是挺慢的磨成快了是吧？对，我和你正好是相反，我是原来我挺快的，完我搁医院上班就给我磨慢了。因为吧，我那个单位也大家伙也都知道，神经专科医院，我不慢点说，我怕他们听不懂啊。其实我是原来在医院的时候性子慢，然后磨快了，现在到养老院工作了之后就慢慢变得，可能在处理工作上比较快，然后对待老人也可能还会慢慢的，因为他们的年纪大了，可能脑袋想的比较慢一点，我就得慢慢跟他们沟通。你看看是不是慢了吧？我是有原因的，我不是本来我挺快，我上班上慢了。嗯，找到理由了是不是、啊、找到理由了、啊、早来我早找到理由了啊！你咋不早点来呢？我早点来好了，不好意思啊。终于找到根儿在哪儿了。那对你俩都是护士咋样啊？他跟我这个我那医院好像是挺相似的，他是属于是养老机构的里边的护士吧？对对对对，是不是也得给那些患者啥的翻身呢、啊、属于那个那些有护理员阿姨，我们就只负责医疗方面的。那我怎么得给他们翻身呢？那你会的技能多，你就能者多劳呗。都搁底下评论我呀，搁网上搁底下评论我说你是护士吗？你是护工吧？说我是护工，气死我了！我是正儿八经护士啊，我都有护士证啊，我穿的是白大褂啊。其实我刚开始就说我在养老院工作的时候，也很多人会有这种误解，就说一个护士干嘛要去养老院呢？但是其实我在养老院工作久了之后，我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我能给爷爷奶奶的是医疗方面的保障，爷爷奶奶能给我的更多的是温暖和爱。嗯，三哈利东，嗯，我看那个美女挺有才艺的，其实我就挺喜欢那些有才艺的女生，然后我平时的话也喜欢一些美术，比如说素描啊，还有那个油画啊，什么画。然后偶尔的话，我也是做一些咖啡或者是做蛋糕。最重要一点，我看那个女嘉宾和那个老人沟通特别好，因为我家老人比较多，90多岁的还有80多岁的都好多。所以说你也可以多关注关注我，然后我也这边再了解了解你。好吧，好的啊。八号浩宇，我听你会这么多乐器，而且会美声啊，会声乐之类的，就是你对。怎么说呢？也对我也是音乐行业，我是做音频后期的。然后，你对那种会弹吉的、会唱歌的男生，感觉怎么样呢？挺喜欢的，你来两句啊！你来两句，让姑娘来两句美声，你们对一下歌。我来个，我这样吧，我就不唱那个高，我来个低音的吧。Baby, love in the winter, the last on low. Put some music on the summer slow.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好，谢谢。挺好的，我就简单来几句吧。我这个是当时在艺考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叫《西班牙女郎》。啊。然后简单来两句，可能没有伴奏。美丽的西班牙女郎，人人都爱慕。感觉不是护士了是吗？啊，要不然瞬间就是艺术的光环带上了。对呀、啊、对呀、啊嗯、我刚才出场的时候就在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小护士啊。来看一下第二部短片。我呢处过三个男朋友，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一段，因为当时赶上我母亲从病重到离开，是他陪我走过那段时间。后来也是因为我经历这些事，再加上换工作心态很差，就经常发生矛盾，小到连去哪儿吃啥都吵架，所以现在找对象一定要找三观相同的，要不然真的太累了。
我找男朋友的要求呢，身高一定要在175以上，因为我本身就170，不能太矮的。我不喜欢身材太瘦的，稍胖一点没关系，一定要是阳光运动型的。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我比较不喜欢销售这个行业，比如卖房、卖车、卖保险，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个职业。台上的男嘉宾如果有喜欢我的，请为我留灯吧。你好，雨欣。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不喜欢做销售的男生呢？比如说什么卖车、卖房、卖保险呢？哎呀，卖车、卖房、卖保险，我看包括了谁了啊？来，三号卖房子，四号卖房子啊，然后七号做什么？我是整做课程销售的啊，课程销售啊。十二号佳俊，灭火器销售啊，灭火器销售，都是做销售的。我觉得销售有两个极端，要不然就是对外面特别能说会道的那种，为人处事特别好；要不然就是说话东一下西一下，觉得没有就是没有头绪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会觉得有点虚吗？对对对。你是从啥时候开始不喜欢做销售的了？看节目之后觉得做销售这个可不能找啊。那你是看着谁之后你确定做销售的不能找了？就是做事挺夸张的，然后总是炫的。众望所归了。后头姑娘在现场相亲，跟天堂的妈妈隔空对话。如果有下一辈子，您当女儿，我做妈妈，我爱你。还有姑娘魅惑的舞蹈，让小伙神魂颠倒。哎呦，这身材！你是唯一一个跳的让我眼睛从身都没离开过的。我要是再看你跳一遍，我都得流口水了。还四号轮环被点名了，啊。那个为了生活你不得哪儿挣钱往哪儿去吗？然后再怎么就夸怎么就炫耀了，那你说我啥不说，我就说给农村有种地的能跟我回家吗？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没啥吧，农村种地他是干活能努力挣钱，那我也跟啊。就是我只是觉得销售，我不喜欢销售只代表我的意见，你努力生活挣钱这没毛病。你这么说吧还中听点，你要那么说声啊太炫耀太宽，你不炫耀为啥都往城里走呢？大家不都想往好了生活改变吗？往好了生活改变是不是就往城里边来呀？是不是？那城里边你有了好的生活，你不展示出来别人咋知道你好啊？对不对？我过的生活，我是因为我想要的是那种生活，而不是说我是为了向周围人炫耀。我想要啊，我是通过这个来保持我的面子那种感觉。就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做这个行业，然后获得了这些房，这我都可以理解。我也没说啥呀，我只是单纯的比较不喜欢而已，我没有特别针对你。对，轮欢为什么要把这个几套房要展示出来？是因为可能之前自己没有自信，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房子赚到的时候，他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但是呢，姑娘的观点是什么？姑娘刚才说的意思是，你有房可以，但是你不用证明出来，或者说你过得好不好不需要证明给别人看。对，我觉得含蓄点、踏实点、稳重点挺好的。你们两个争执的过程当中，是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呈现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方式，特别好，对不对？是。刚才这个三号立冬不是一直亮着呢，觉得还不错吗？对，我之前是感觉不错啊，包括我们那什么，但是我不太想找那个就是单亲家庭了。刚才我看他好像就是五星那个，不是了，我家我不太喜欢这样。我其实挺能理解男嘉宾说的话的，但是我在这儿也想说一下，我觉得我的妈妈去世了，然后我现在是自己生活。首先我觉得我的妈妈给了我一个特别健全的三观，给了我非常幸福的生活。我其实从小就特别被我爸爸妈妈爱护，然后一直觉得是掌上的宝。然后我妈妈呢也是因为疾病去世的。其实对我来说
尤其是我做了一个护士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可能有的人觉得我23岁不着急找对象，也不着急成家，但是我妈妈在去世之前跟我说，姑娘，你以后一定要自己长住眼神，找一个对你好的，像能让你觉得像妈妈还在一样。我其实自己生活将近快2年了，就从我妈妈去世一直都是自己生活，我觉得我一直都在伪装我自己的坚强，因为我不想给所有人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就是哪怕是我现在自己住自己生活，我一定要给别人展示的是我每天都很开心，然后也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希望妈妈在天上看着也安心。我觉得这就是我能给我在天堂的妈妈最好的回报。祖贤啊，如果你假想一下，今天你到这儿来，妈妈在天堂也会看着你，妈妈也会知道，你想对妈妈说两句什么吧？妈妈，照顾我21年，你辛苦了，从来都是把最好的给我。如果有下一辈子，您当女儿，我做妈妈。我爱你。我觉得刚才这段话，可能很多妈妈听到都会特别的感动啊，因为如果有妈妈在，你永远觉得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孩子，但是妈妈不在了，我觉得你只能逼着自己长大。所以你刚才说了这番话，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你真实的状态。这么优秀的姑娘，这么善良，我看到养老院的这些是爷爷奶奶也好，或者说大哥大姐也好，他们对你的认可，他们脸上的那个笑容，其实就能够感受到姑娘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能给大家带来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在天堂的妈妈会祝福你，然后今天参加了这个节目，表现得这么优秀，让我们大家看到你的善良，一定会有一个像妈妈一样把你当宝呵护你的男生出现，好吧？我们也掌声祝福姑娘，加油。感谢九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用好七选九奈，九奈七更耐久。真真荔枝无糖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只留清爽不留糖，荔枝还是真真好。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烈。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好，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吉林梅河口，姑娘呢有2个舞蹈工作室，有2套房，找对象呢就是不想找帅的。我发现现在的姑娘的审美都变了是吗？哎，怎么一看那个偶像剧啊，什么什么电影啊，都觉得啊太帅了，到全职热恋都说不想找帅的了。但是我觉得这话对，咱别判断的太早。对，说是不想找帅的，咱就看这缘分天使到底给谁。好吧，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姑娘出场。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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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家伙的说不找帅的，你看看到底还是给交红片了。跟帅哥反正就是不挂点，一点也不挂点，挂不上点。
就帅哥应该是啥样的，八号那样的，九号帅哥，十三号黑的帅哥。后边姑娘魅惑舞蹈，让全场小伙都神魂颠倒。你是唯一一个跳的让我眼睛从心都没离开过的。我要是再看你跳一遍，我都得流口水了。十六个小伙最拉胯的一期，刘登表白全被拒。对不起，十六位小伙啊，白干。四个爆灯，谁第一个摁的呀？我。还有观众组员合伙抢走俩姑娘。你们十六个小伙做陪衬的是吗？年度最佳背景墙了。十六个小伙最拉胯的相亲，就在本周红墙种业全程热恋。大家好，我叫刘小爽，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今年25岁。我的爱情宣言是：舞蹈老师性子直，找个对象要踏实。谢谢。哎呀，刚才在聊号的那个舞姿啊，很好看啊，撩人啊！哎呀，你还自己都评价撩人，对吧？他这是专业呀，自己两间舞蹈学校是吧？是的，是的啊。但是啊，小爽啊，果真不出王哥所言呢。你这个最不喜欢帅的，然后缘分天使，这不就给了全场长得最磕碜的一个吗？对。啊，不是这个不找帅的不代表说我要找丑的啊，不是这么论的。不找帅的那不就是找磕碜的吗？那不是，就是我不找帅的，我要找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我觉得十一号长得就普普通通的呀。哦，普通吗？有时候我也看直播，就很多人都说江天长得老帅了，男神，就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可能以前吧，我是做演艺行业的，就是我身边的帅哥太多了，就是他在我身边就属于那种普通人吧，就是跟帅哥反正就是不挂边，一点也不挂边，挂不上边，挂不上边。就帅哥应该是啥样的，八号那样的，那叫帅哥，知道吧？九号帅哥，十三号黑的帅哥。我现在明白了啊，让他把帅好好的解释一下，解释透了是吧？就是八号、九号、十三号太帅了，我放弃你们仨了，我挑个普通的焦红天，是不是这意思呀？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明白了。焦红天，你听了小爽老师刚才的这个结论，此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普普通通。你看他喜欢普通这个评价。对对 对, 对, 对，很喜欢啊。好吧，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就是我，我叫刘小爽，今年25岁，现在自己经营两家舞蹈艺术中心。一家呢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主营街舞的舞蹈工作室，还有一家比这个更大一点的主营民族舞的工作室。我的月收入呢在1到2万左右。我在磐石有一套70多平的房子，去年又在梅河口买了一套100多平的。就在前几天，我也自己买完车了，现在就等着你和我一起去提车了。我找对象呢，第一不想找太帅的，天天整一堆小姑娘围着你屁股后转，那可就拉倒吧，一天呢我都精神不过来你呢。第二呢，我找对象喜欢说话直一点，有啥说啥的，毕竟那些茶艺呢我也不太会，我希望我的对象和我的沟通呢别藏着掖着，你想说啥你就跟我说啥，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直。走啊，咱俩看电影去啊。不去。爱去不去？求我呀！我求你，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外面下着雨。四号文欢，你家人能接受你的男朋友是跟你这样特别直吗？我不能接受。那个就是得哄着你点呗，绕着点弯不给你下点套呗。对呀，两个人不都讲究互补吗？那你说我说话我都冰了帮了像吃鞭炮了似的，完你说话也冰了帮了像吃鞭炮了，咱俩这家天天搁家赶着过年了，那可老热闹了，那不行。八号浩宇，我那个刚才看短片的时候会跳舞吧？会。能展示一下看一下吗？能啊，必须能。那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哈。那什么吧，那就是给我随便准备个音乐啥的吧，正好今天我还拿了一个小道具。
啊，好好好好，来二哥呀，二哥给我们送上来，来二哥啊。哎呀，啊，二哥这么一跳给我整不会了，我万一你说我要今天没跳过他，我磕不磕碜？不能不能，我看你这霸气劲儿不能啊。我们那个给一段音乐，让这个小爽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来，掌声欢迎。跳的特别媚，是不是 啊？来，我听听小伙子的反应。八号浩宇，我看过这么多女孩跳舞，你是唯一一个跳的让我眼睛从你身上没离开过的这么一个，真的是，确实真的跳的非常好。然后我就想夸，特别的好。对，哎，五号恒刚，其实我虽然对舞蹈不太了解，但是我要是再看你跳一遍，我都得流口水了。然后就是我就想你跳舞蹈时候的性格要跟台下时候的性格要是一样就好了，你在台下太爆了。那不行啊，那我要像跳舞的性格，我在台下我逮谁我这样的啊，那也不行，这样的你能成了吗？这姑娘真是啊，是又能说又能跳，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姑娘背后竟然还有一段心酸往事。就这么跟你说，5年她出轨10多次，10多个女的。台下太爆了。那不行啊，那我要像跳舞的性格，我在台下我逮谁我这样的啊，那也不行，这样的你能成了吗？就是我问你一句，你以后肯定得家暴是吧？你咋看出他有家暴的倾向？他就是那个短片里面看他不去看电影，直接甩袖子就走了。我是甩袖子走了，我不是给他一个大嘴巴子走了，我没有家暴倾向。你看那个，我估计哈，恒刚能说出好多男生的这个共识，是不是？共同的想法是什么？哎呀，跳舞的时候多乖，多温柔，多媚气啊！然后呢，就看着就觉得舒服，然后一说话直不愣登的啊。有为啥有好多人说燕子姐，我这人就性格特别直爽。后来我就分析了一下，直爽这个词儿，你知道怎么说吗？就你很直，让对方很不爽，对不对？也有道理，对吧？所以呢，就是你看人家恒刚就刚才说了一个很多男孩可能共同期望的，生活当中的性格也像舞蹈这样，哎呀，那就完美了啊！但改不了，是不是？我尽量吧，要是碰见我特别喜欢的啊，我尽量，我也能也能赖一集，也能装一会儿，也能装一会儿，能整啊，也能整啊。对，啊，那我们这样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片，再了解一下。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2017年的时候认识了我前夫。那时候也是小，心智不成熟，被他所谓的爱情蒙蔽了双眼。婚后我才发现他的真面目，我辛辛苦苦赚的钱给他车都换了2台，而他呢偷拿着我所有的东西，一股脑的全去讨好别的女人，最后我们就分手了。我有一个4岁的女儿，现在呢是我前夫的父母在带，我能接受离异的，带一个女儿也可以。对于之前的这个婚姻经历的这个事儿，能跟大家说说吗？我的前夫吧，他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和我认识的，然后就挺会说挺会唠的，然后长得就是那种特别帅，就是又高又帅，就是女孩见了都会喜欢的类型。然后他又会说，我当时已经工作了，然后他在上学，我是在演出的时候他认识我的，
完他就甜言蜜语的呗，就追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必须要和他结婚，就是我妈什么都不同意，然后他就跪着求我妈。当时你妈是不同意的？不同意，因为我妈说这个人他现在还在上学，我妈说等他说他毕业的时候就跟你结婚，就这种事我妈说太蹊跷了，并且觉得说他如果说以后毕业了在社会上他就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我妈说他不会觉得你好看，而且我妈说你长得也不好看，你性格又不好，他图什么呢？他一个外地小孩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的目的挺明确，他主要吧，一是觉得我家条件好，二是他那时候上艺校，他很想让我领他出去演出，因为二人转这一行吧，男生比较多，女生少。你俩结婚了多长时间离婚的？五年。哦，就这么跟你说，五年他出轨十多次，十多个女的。怎么说呢？可能说出轨不能完全赖人家。这个东西吧，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两个唠嗑不在一个层次上，唯一能唠到一起去的就是他哄我的那些鬼话什么的能听进去，真正唠正经嗑的时候他听不懂，然后我也跟他讲不通。你喜欢他的帅，他喜欢你的漂亮，但是真正想要聊一些共同语言共同话题的时候发现根本无处下手，是吧？对，而且我就是觉得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不要太小的盲目结婚，还是得大一点吧。这就是你为什么找对象不想找帅的原因吗？对，不想找帅的。还不想找什么样的？就是不想找那种花言巧语特别会说老玩那些虚的，不要跟我玩虚头巴脑的。咱们两个你要说你爱我，那你就表达出来你怎么爱我，我说我爱你我也能表达出来我怎么爱你，一样的。好，你这个故事的分享，我希望电视机前尤其是这些年轻的朋友真的能入心的听一听，在懵懵懂懂的那个年纪啊，所谓的那个爱，充其量只不过是荷尔蒙冲动时候那种两性的爆发而已。对，谈不上爱。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我们把爱这个字儿用廉价。爱是什么呀？爱是彼此能不能认真负责，爱是彼此能不能包容对方的短板和缺点，爱是你准备好了吗？跟这个人相不相识一辈子？如果连这些都没有，就别擅自用爱这个字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字很意义很重大。对的，还是年纪太小不懂得什么是爱。之前的经历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但是它让你变得现在这样更成熟更理智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用擦亮慧眼去寻找当生命当中的最合适的能够对你负责的那个人，是吧？是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鼻塞鼻痒打喷嚏头晕目眩流鼻涕，奥福鼻炎光疗仪临床认证红光治疗法，直达病灶快速有效，荣获多项独家专利，鼻炎克星奥福鼻炎光疗仪。咨询电话0431-887-443-5。